肢体伤残，是否还能在排球场上奋力扣杀？当然可以。坐式排球的比赛用球与健全人排球一样，但坐式排球的比赛场地更小，长10米，宽6米，男子组的球网高1.15米，女子组的球网高1.05米。比赛赛制同样为5局3胜，每局25分制，每队可有12人，场上有6名队员参赛。对了，你知道坐式排球和健全人排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就是运动员的臀部必须与地面保持接触，只有在扑救极难险球时可以有短暂的排离。心相约，梦闪耀，相信您在观看运动员百折不挠的拼搏时，一定会收获心灵的震撼。